N 年前打过。N 年前，就是我还能打121的时候打过，就好多年前打过。然后近期我们俩也没有就是交手过吧，可能自己在赛前准备上也比较充分，因为他最近在日本的比赛和是在国际的这种比赛上打的都挺好嘛，然后自己可能准备的也比较困难，准备也比较充分吧。我看他好像最近在学中文，你俩有聊两句吗？他中文说的真的挺好的。他跟你聊来着？没有聊，就是那个刚才不是裁判那个就是要一分半才能打比赛嘛，然后就是我们俩可能要提前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好像不行，要一分半，他能听得懂。是吗？他中文说的好像非常好。行，那怎么准备下一轮比赛？下一轮自己也是竭尽全力去拼嘛，因为对手越来越强嘛，可能自己的困难准备上也要做得更好一些。嗯，